胡老校长啊，你过下午喊。我得把把书包送给小琴哈。我喊常小琴啊。哎。行，我常小琴，传完了后，到时候那个，到时候我下午喊他们来吧，华宇公司把货提走。我们的财务。你们星期六的，你们谁？海达，你们星期六要上班的啊？这个礼拜都要上，我是有事上有事。我小琴要上噻。啊。小琴上不上？要噻，反正我们一样的。啊。他只要上，我都好办。不停，就是白板儿。白板儿哎。我可以发中国那个工钱，发三个都要贴个。我发三个。发三个你都不贴啊？不贴。那个他货在哪里？他过年就搞到给你贴个白板儿。冬天，因为你我打了病。